我本身对《一人之下》这作品比较了解，早在我们要录这个动画之前，我就看过这个漫画，而且一直在追，所以本身对这个作品啊，就是有一定的理解和了解，就知道大概每个人性格是什么样的。然后全性人很多嘛，为了追求我们这个质量，就是想都录得好一点，因为他每一个角色都有一定的就是个人故事，他们每个角色都比较饱满，所以才是一个比较好看的动画。所以呢，像很多的全性角色就想让他录得更好一点，更了解他人来录一些，就是这么录着录着就录了好几个。其实说实话，就是人不够用，人太少了。这个动画呢，它做得很丰富，很丰富呢，就有很多配角去丰满它，然后就导致人越来越多，人越来越多。全性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全是那些小年轻。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录了五六个。对，我后来才有人总结，我才发现的，因为它战线拉得很长嘛。